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 NC 小叶哦。今天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组合包的时候啦。那虽然是叫组合包，但是这个也是前一点到，对，之后还有这一步哦。对，我们加紧时间，赶快把它剪完。但是今天呢，先来跟大家谈一下我们这个末日骑士的组合包。那这个组合包后面这些东西，大家可以继续商店里面 check 一下。但是重点呢，还是在于我们这一个末日骑士的这一个非常高动态的 Ultra Skin。对，但是呢，这个造型自己看是还不错啦，但是说真的哦，趴在地上的时候，应该九成九的几率都会因为这个造型的火焰被敌人发现位置哦。对，但是呢，就有的时候帅就完事了嘛，啊，所以也不用在意那么多。再来呢，另外一个大重点就是这一个组合包里面的武器是我们的 BASB 哦。那作为现在游戏版本里面非常强势的一把战斗步枪，那这个造型可以说是我给相当高的分数啦。不仅它本身枪支上面就有类似动态迷彩的造型，弹匣里面的子弹也泛着红光哦，射击的时候的火焰特效其实也是非常的气质，对，基本上算是设计的比较精细一点的组合包。那子弹在击中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特殊的图文跟这个血液留下的这种特效，对，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特效、喜欢逸光弹的玩家的话，这个组合包给的特效我自己是给蛮高分的。但是呢，这也不代表这个组合包就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哦。最大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它的配件都拆掉，我不要这个枪管，我不要这个枪托啊，都拆掉的话呢，啊，大家可以看到马上变得非常丑陋了，对，非常的糟糕。这个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因为现在组合包运行的机制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大重点，我觉得就是枪口闪焰，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萤幕的下半部基本上都已经被枪口闪焰给遮挡住了，那就不用说近距离，如果你贴脸有人的话，子弹这个异光弹打在你脸前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对，所以基本上是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看到人的，对，所以如果有想要购买这个组合包的各位的话呢，也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几点。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这组合包还是非常的不错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使用这个组合包原生的配置哦，就是不改它配置的情况下进去游玩，来看一下这一把全新造型的 BASB 能有什么样的好表现吧。感觉好像有点 lag 的，是我的错觉吗？啊，我知道为什么了，那个被改掉了啦。好红好红，我自己都看不到。哦 ，BSB 三好高啊！哦，看他没看到我。快点呢！他一直往上跑，不还跑着吗？毁了。这个是逻辑鬼才啊，但是敌人是蛮狠的，我们在按，然后他在那边看，哇，好红啊，我错了，他的手在那边看的，因为没有人要按，赞啦。
哇 ，BSB 好强啊！废物啊！这个 Bumblebee 闪抖，还有镭射太明显哦。哦，这个镜好挡。屁呀，这样没中。还趴，是狗是不是？二楼，他死了。有人在放飞机给我，他还在 A 点是怎样？你就不要来，你就去在 A 点没关系。这边有人哦，有几个弹药包。哎、欸，以一个士兵的标准负重来说，如果我的初始弹匣比较小，我的初始子弹应该比较，我的初始备弹应该比较多吧？你不觉得吗？小趴菜，这把真的是给你打远用的。他打进他妈那个异光弹打在墙上的，直接往针。这里有一个架在公车那里，这样。他们都不推车哎、欸，不知道怎样。这把打远有点用力。我刚有一瞬间，你头上没有 AD。哦，谢谢队友。真的，我觉得这个蓝图预设是给你打远的。打远真的很好射，打近真的很痛苦，子弹太少。啊，可以多分的输那个 SP 差一点，那个举枪跟启动。而且你知道那个 COD 有说他是输入模式的限制只有那个瞄准而已。其他是可以按的，就你的瞄准如果是摇杆的话，你的瞄准如果是摇杆，那个其他键盘的按键是有效的。靠腰被震成智障了，手点王打到哪脚吗？我也想死。行走的核弹。在飞弹发射基地再炸一个核弹。然后那核弹从那个我们下来那个井钻下来之后，九十度旋转，然后冲进来把里面人炸死。180度啊，大概180度，然后再打回来。行走的核弹。